好，第九题，这个题目在考你什么？这个题目在考你就是度的定义。来，度的定义马上要知道，叫做千瓦电器使用一小时，所以就是 kW 乘上小时 ，kW 叫千瓦小时 ，OK？ 那我们就要把它换掉，因为它问多少度嘛。所以呢，因为它是用80瓦，然后80瓦我们把它换成 0.08 kW 叫千瓦，可以。那结果呢？结果呢？他说每天提早一个小时上班嘛，那就是一小时。可是，一小时分成多少？分成100天，每一年100天。然后呢，再来，这个他有告诉你，有20万户，20万的话就乘上10的四次方。OK， 所以呢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算出来，因为这个 kW 乘小时就是千瓦，千瓦小时就是度了嘛。所以这些东西把它算一算，我们算出来就是 1.6 乘到10的6次方，这个乘这个就是度，所以答案就是它。